浩克中了四张我的全身，哇，也太中太多张全身了，全部都是全身，怎么都是全身的？丹尼还有一箱图，是不是因为开了我的啦？一箱有几个啊？一箱是怎么样计算啊？一张是有几个？还要再买吗？当然要啊！你没有开到我，当然要再买一下啊！是说40张中两张你的算好吗？以现在的状况来说，好像算不错。哎呦，土司土司100张哎，一箱是100张，那土司土司可以慢慢填哎，慢慢填。越不想要，就会越会发生。哎，今天的光怎么那么黄啊？为什么？我今天好黄哦，是不是我穿蓝色衣服？是不是蓝色衣服让我很黄啊？先写中谁，握手就舔谁。哇，你这个也太……那我真的希望你抽中我、哦，希望可以抽中我。那希望大家全部人都可以抽中我，好不好？吧吧吧吧嘞耶耶！我是不是特别难抽？我没有吧？我没有啊，我觉得他们是随机啊，他们就是随机的。这个可能是就是缘分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命就是命，我们没有缘分，就是因为没有缘分才更要来握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缘分，所以就是要自己创造这个缘分，自己创造这个机会，是不是？